这游戏升级嘛。白狼，大哥，同学，小狼，小白狼，哎，你看昨天什么白山居然说什么小狼在立院，大狼在外面，妈，你们名字就叫狼哎，那怎么讲啊？这2000人冲一场啊，要找谁？要找谁？找谁冲一场？这竹联帮要找人啊，一定找都是层次比较低的嘛，要打工的嘛，赚钱的嘛，对不对？都是每个人发多少钱？发100块、500块、2000块，对不对？那学生呢？徐丽，号召徐丽。我靠，现在我在玩，玩就玩啊，玩就玩啊。那个寒战，我跟你讲，对不对？你一个兵给3000块，这我一个兵，我就5块。冲一场啊！那还现在有警察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怎么样？那警察怎么办？你要冲一场，警察是寒战了，对不对？那白狼啊，都穿金正恩的衣服，有没有？他冲一场以后就叫他发型统一，体重统一。哎，不知道了。反正会怕就退嘛，不怕就打嘛，就这样而已。